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，又一个。十二块，留个眼线在外面。脏东西，我从盐分和海水里重生。Q 好像都杀了，哎呦，我感觉伤害不够。我想的是，我想的是什么？我想的是闪现 A Q 再点，然后把他杀了。消遣一下时间，烧并没有用，统统上主炸。我要把名字刻在他们的头骨上。又一个，咋的？害怕，害怕，害怕！仇恨竟沾满心绪。没 Q 出来吧？啊！你们死了，瞎子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知道他的一片苦心，他是为了把这个蓝 buff 留给我。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，做兄弟在心中，不说了，出去给你点赞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有点僵硬啊，这个阿伦托，我得找找感觉，没找到感觉，现在。感觉也没有加很多钱，这耀光真的能存吗？怎么还是263呢？
憎恨。哦，完了，害人了。炮弹里洗个澡吧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人人有份，被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可再用了，当心炸药桶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They are being brutal.啊！我看起来啊，坏！我就拿两个被动吧，我还拿了这个攀升的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渣子，更多火药，人人有份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像撒盐一样刺人，烧吧！好反蹲啊！这个大招是预判大，刚刚有个小丑隐身了，把他大刀了。预判大招，没问题的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我是真的喜欢玩船长，他炸的一桶就能把人炸死，玩得很爽。当心炸药桶！你，我要急了。大海没有记忆，我有。来墙桶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
船长需不需要出大隐魔刀啊？他们 AP 挺多的，一二三，三个 AP， 3个半。 安全筒没炸到啊！我轰鸣！我从岩浆中冲上，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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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出了，再出了，再出了！再出了，来个随意开火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 打大叔应该晚点炸通的，我来秒了。小剧场无处不在，谁跟谁吵起来了？ 点了，反正20分钟之前投不掉，4-1了啊！我只是试探一下，不是吧？真要投降啊？杀我就不放大了，我只是试探一下。 我这个桶子炸的不太好，我还是先升个13级吧。暴击！
干了我！连起来了，烧吧！ 枪毙！是不是应该直接 W 的？我还以为他没闪现呢。 啊！才200块啊！小龙要刷了，我要去小龙团了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 早点大是不是好一点？ 早饭，我怕我他有盾，我怕我大不中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，当心炸药桶。 确实好像不用那么费劲啊，直接 Q 就行了。 啊！点了，对面吵架了是吧？为什么28-30就点了？